男团 Seventeen 凭借精湛的唱跳实力以及全员们的俊俏外貌，虏获大批粉丝的心，更因为全员们高度参与专辑中的词曲创作和编舞而获封为自己自主男团。组合曾推出不少热门歌曲，除了制霸韩国多个排行榜，也在日本、美国的音乐榜创下了不俗的成绩。今日 Circle 排行榜公布了 Seventeen 专辑销量资料，组合去年发行的正规四辑 Face the Sun、后续专辑 Sector Seventeen 以及 Mini 九辑 Ataka 在今年第一季度共售出了104万张，其中正规四辑发行当时的出动销量就高达206万张，人气十分火爆。消息曝光后，网友们纷纷惊呼，单单就专辑就卖了这么多，让人更加期待 Seventeen 下个月的回归了呢。